多兰顿。肩负重担的感觉，就是一千个人全都翘首以盼你说的每一个字。五层流血不给他 A 啊！一块小石子就可能击沉一艘战舰，那么一千个。我们每扣一个兵就摸他一下，把这个后排兵啊给他打成残血，扣一下，再扣一下，扣一下学个 E， 扣一下 E 一下 E 过来。没打到 Q 走，再 Q 回来平 A，Q 一下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闪现一个 A， 好赛哦！就是 E 没中，稍微有点瑕疵。溜了，不打了，先撤一手。王子来了，王子有闪现，我们就不秀他了。回家先来个吸血。行动起来，世界会更幸W 技能到底要不要智能施法？我想一想啊。你快点回家吧，那滋了你一下就死了，完了还搁那等着，那不死了吗？像个傻子似的，那不死你不死谁死？你说？扣一下，扣一下 ，A Q， 平 A， 平 A， 先走了。这波可以尝试一波击杀。我们的虚区还是很高的啊，把药吃了。吃他一层塔皮，这波晕住，嗯，没晕住，溜了溜了。他出了两个布甲，我们先出破败，还是说先来个布甲骸呢？我们先来个布甲骸吧。不行，这把有莫甘娜，出布甲骸得被控死。先来个这个。打不死，那没得说。耶，打得死，可以啊。先来查个眼儿啊。这波他不知道我要升六，好，穿一下，穿一下，平 A， 平 A 给大招，穿 A 一 E，A 戳 A W 戳 Q， 行云流水。
A Q 戳回来，再戳回去平 A， 不行了，这黄纸啊有点幼，出的日炎1300，来个875先。把这三个给卖了，饼干咱就不要了。他干嘛？你在这蹲有啥用？我回家了，你在这蹲啥呢？蹲谁呢？我看看这半血兵能不能戳死啊？可以。没晕到。W 斩一手。425，差100块钱，正好塔皮吃了，我们回家。我们有破败跟没破败可不一样啊，有破败直接追着 A 就完事了。等我们回家，这波出破败，看他出不出来，他出来我把他杀了，他不出来我们出破败。我直接大戳双翼。哎，为什么我戳的小兵怎么变成戳他了呢？我 W 一手点炎戳 A 再 A。 哎呀，这是啥呀？这是，哎呀，值一波钱啊，值一波钱。我戳的小兵为什么小兵没死？我都搞不懂为什么小兵没死，因为什么？我的大招甩出去，正常一个牢笼，小兵全部半血，我戳小兵，为什么小兵没死？为什么 Q 断了？谁给我讲一下子，到底为什么？骂了个巴子的。前排兵大哥。那我摁的后排兵为什么戳着前排兵了？那老些兵，那兵都搁兵堆里边，那怎么能分辨出来到底是前排兵后排兵？那血条都他妈的一块的，都是气死个人呢。我算看出来了，刀锋这英雄啊，完了出右装了，是我10-6的吧。直接拆，你这连大都没有，兄弟就 A 吧，那就，哎，没打过谁亮牌啊？谁敢亮牌？我没懂，谁敢亮牌？敢在我这亮牌，谁？闪着就闪啥呀？那就硬 A 得了呗。刚才我们也破败，那搁里边硬 A 得了呗。闪着干嘛呀？能 A 就 A 得过 ，A 不过就拉倒了，无所谓了。落手敢亮牌？落手是吗？落手，好，落手啊！
落手是吗？就你叫落手啊？谁叫落手？哎，不行，伤害差一点，回家赶紧出一个 Q， 戳不死后排兵可不行。怎么会没遇到呢？我只想说一句，我无敌了，别的我都不想说。我们先回上家啊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，把这个给除了，带个神域透镜。何以见得？哼，因为我520了。无妹无敌，嗯，无妹无敌。我连 E 都没 E 中他，我就把他杀了。我打了，这也能死啊？我操，他出一身右装，我寻思他劈不死我呢。不是一没中过，刚才那 QQ 后排小兵没 Q 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小兵随时间等级成长，刚成长一个血量，没 Q 死后排兵。你刚才要说我菜，我说实话兄弟，我真是不承认菜，真的。刚才后排小兵，我如果能 Q 的死，那么他死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那后排小兵没死。可能正好因为时间的原因，小兵正好多了那么一点点血，我们 Q 不死后排兵，我打不死他。我真的不承认刚才。你要是我猜，我不承认。等一会儿啊，来可以打啊，一一 A Q A 戳戳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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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戳死1000呐，我的天呐，这么贵吗？亮牌算了，无所谓，是不是没个桌马上出来了，算了，不上了。 RQAWA 拖 A， QQQ4A 晕小兵，走了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，这波停停啊！我出个血手，我就不信我这一个 Q 还 Q 不死的后排兵。
出完血手，我们可以九头蛇，九头蛇完事我们春哥，刚好我们就无敌了。这么肉吗？这俩人，真肉啊！这都没死，真肉啊，兄弟啊！不用了，直接拆吧，上高地了。俺们家还有点劣势呢，我才发现呢。来给大拖一下，拖小兵双 EAA 拖回来，再拖回去平 A 平 A 打吧溜，走吧，不打了。不过这刀锋这 E 确实不好中，太细了。你就那谁玩啊，就谁来的，那叫那个叫什么，反正有一个韩国人叫金什么玩意的那个，就他玩，我跟你说，这刀锋的 E 都不好中。来个蟹手，九头蛇，换了还行。我看到好多场直播，真的，就这个刀锋这个 E 啊，就即使他玩都不太中，就是瞎放的，能放中就放中，放不中就拉倒。这完全看命，我觉得。黄人哪去了？哎呦我操！放你一条性命，小伙子。既然你用大抢一个蓝 buff， 那你就抢吧。这 ADC 要往哪走？你们是这个 ADC， 你们往哪走？想一想啊。他放弃了。我十次中两次，人家十次中八次。哎呀，凑合地儿吧。咱也不是经常玩刀锋的，这一不太中也比较正常。往前追，那瘸子跑这么快，跑这么快，跑这么快啊！偷的，投降了。